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过来接白雪回去了。白雪在大力这里跟大力玩了几天了，也麻烦峰哥照顾白雪，照顾了几天。白雪是喜欢 B 仔哦，不过也两个也不行，下次吧，等下次有机会再见吧。哎 ，B 仔啊，不是啊，那个大力啊，大力，好了，现在我们回家了。白雪，几天没见了你妈妈，很。还有哥哥姐姐他们都也很想念你啊，好，接回去了，回家了，白雪啊，现在白雪看到妈妈，哇，很高兴啊，冲过去了，哎，又一出来又看到 B 仔了，B 仔还是不死心啊 ，B 仔，白雪。白雪这次不相亲了，等下次吧。B 仔又不喜欢，大力有点喜欢，他又好像不怎么，可能还小吧，年纪。回到家了，白雪还记不记得、啊、你有几天没回家了？他一回到来就对着那个门口了，